这是客户精心设计，绝不会磨脚的水晶鞋，我想来想去，只有送给你最合适。希望你喜欢。傅博雅，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他很有心吗？就是上次他可能看到我穿高跟鞋磨脚了，所以，哎，顾西城，你等一下。 哎呀，都是给你准备的。我。 那天晚上我说过，你以后所有的鞋，我都会给你买。这也太多了吧！哎，你干嘛？别动。 鞋子很漂亮，但我不能收，已经原路寄回，多谢你的好意。线上推广合约已经走完，别忘了来公司拿产品。 不知道他把产品拿走没有，也不说一声。东西拿到没有？不行，好像太热情了。好好工作，如果出问题，随时取消推广资格。 是，顾总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是要什么？司徒硕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敲门啊？哎，我只是来传递消息。利普曼先生联系我，后天他和夫人来中国，拜拜。 锦溪，这么巧，你去哪儿？傅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准备回家呢。
正好我在附近办点事儿，上车说吧，我送你。啊，这次真的不用麻烦了，车马上就来了。 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，你看，你提这么重的东西挤公交，万一摔坏了怎么办？来，给我吧。哎，谢谢啊。别跟我客气，走吧。 难怪你把我送你的鞋退回来了，原来你现在改穿平底鞋了，是我失策了。我是真没有想到你会送我高跟鞋，不过现在我确实不太需要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谢谢。 一会儿有空吗？不如我们找个地方散散步吧。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正好我也有事想跟你聊聊。找我？什么事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唉，小时候学画，最喜欢来这里写生了。那个时候因为学画，认识了不少有趣的朋友。 只可惜后来我出国之后，大家也就渐渐断了联系。这样啊，要不是我现在情况特殊，我们就可以用老朋友的身份好好叙叙旧了。我回国之后，就一直在代理欧洲的有机彩妆品牌。我知道，上次你告诉我你的身份之后，我回去一查才知道。 品牌的中文名月桂之华也是你起的，真的厉害。你对我们的品牌啊，真是非常的了解。要是能和你合作就好了。我可真是一直都迟到一步。啊。要是副总赏识我的能力，以后找我也可以啊。我说的不仅仅是签约。 没事，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嘛，我们来日方长。你小心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是我看错了，我们走吧。 快看看你的画吧，妍希，你刚刚都被淋透了，别感冒。没关系，快点看看画吧。太可惜了。没关系，再怎么说，也只是一幅练习画罢了。 以后肯定还会画出更好的。你刚刚那么着急，还为我挡水，谢了。朋友嘛，何必那么客气？妍希，竟然真的是你！为什么伤害南宫的人偏偏是你？我到底该怎么做，才能让大家不受到伤害？